OK， 我先说好，我绝对不是想看什么泳装片、什么游泳池特别片才没有这么久才更新这一集。我觉得只是来听这个主菜单的 BGM 而已，真的好听，对不对？好吧，那就先不管这些了，直接事不宜迟，进入我们迫不及待，没有，就是大家迫不及待的这个游泳池 SOD。 搭了那个电车十分钟，到站之后再步行十分钟，试问总共来回要花多少分钟？一下子就到了丰建坂市郊外的游泳池，说是公共设施，却是全屋顶覆盖的三层室内游泳馆，就跟你肚子上的肥肉一样，有三层，有着豪华的温水供应系统，就是所谓的便民福利设施吧。嗯哼，温水供应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就连这种时节来的人也很多，而且这里连健身房都有，这样肯定会创造很多收益吧。反正赚的这些钱不是你的、门长，这种画面不是我要看的，可以滚开吗？你看着你还有拳头都硬了，好吧？你知道我是什么表情吗？啊，稍微感叹了一下这里的经营问题，关你什么事啊？啊？如果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冲击，这里也难以为继的话，就太过分了什么的。なんだそれ？なんかのネタか？啊，这个梗真好笑的，呵呵。附近已经没什么可以去玩的地方了，只剩下站前的游戏中心了，就是店长和美玲会去的地方。那饭店呢？要是由于适应化的影响，门票突然大幅涨价，可不是闹着玩的。200元的门票突然涨了10倍，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てアホか。固くすんのは下だけにしとけ。それが礼儀ってもんだ。可是看着你，我的胯下硬不起来啊！真稀奇，阿翔也会说这么没品的晕段子。阿翔的性格虽然算不上死板，但在学校中却是中规中矩。难道是被甲本洗脑了？原来是甲本最喜欢说黄段子、事実を言ったまでだろ。我看不到你，不要挡住啊！ただ見せてんだから。哎，哦，刚刚是我以为他讲话，原来是他，他还没讲完。敵門は見られんのが好きなんだ。快感と言ってもいい。嫌ならプールなんか来るかよ。这也是因人而异吧，有些人只是想来泳池尿尿而已啊。西洋和小洲还有林濑学姐，应该都不是喜欢随便让人盯着看的。大体こんな格好しといて見向きもされない方が寂しいと思わないか？啊，说的也是，确实对女生的身材出口称赞并不是件坏事，这点我同意。但是一直盯着人家看也不太好吧？子曰，好色不淫嘛。如果这样和阿翔说的话，他一定会嘲笑我迂腐不化。わかってねえな。だったらなんであいつらわざ听话，让我看看。那是因为以前的泳衣穿不下了。甲本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冗談で。你是在装傻。我隐隐约约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女孩子喜欢追求时尚是理所当然的，不想让人看什么的，也说有点过了。だったら開口一番とことん褒めまくってやれ。あわよくば。我迫不及待要看的，不是看。マナーだ。这句话去好像也说过了。素でドスルーしてたからな。榎本なんか。原来如此。那时候那条不高兴，原来是因为我啊。我就说去年来的时候，刚开始一个小时，为什么大家都默不作声，气氛那么糟糕？原来如此。いいかともき。今から俺が褒め方。先輩、遅くなっちゃってすみません。他们还在换衣服、哦。お待たせ。嗯，久等了。小周和奈月沿着泳池一路小跑步，把浴巾抱在胸前，还真是小周的风格。右键。你们现在穿着泳装吗？哦。我想说你们根本去换衣服，原来是换泳装啊。也是，小周怎么会让人盯着看还觉得爽嘛，是吗？我倒是觉得他现在觉得挺爽的。先輩。什么？爽到升天了吗？小周也买了新的泳衣吧。是哦，反正我不在意了，随便都好。这样啊，怪不得看起来真是大胆呢。本当ですか？嗯，非常适合你，雄心豹子胆。原来是你挑的，就是一点风格都没有。へそ見せたところで、所詮はガキンチョだな。不要这样说人家好不好？大体、
お前みたいなお子様がビキニなんて早すぎんだ。他是他哥，难怪。出るとこ出てから出直してくるんだな。这么刻薄。喂，阿翔。俺は一般論。どうせお前のことだ。去年のワンピースも持ってきてんだろ。什么？さっさと着替えてこい。有一个大密宝。死ねクズ！今すぐ死ね！那月拿着契尔夫居的脚对阿翔劈头盖脸的打了过去。喂，やめろ！嗯啊，然后被周道勇击中，阿翔脚下一滑，一个倒栽葱掉进水。我觉得阿翔也太废了吧，这样就滑下去了，溅起了超大的水花。救生员大喊道：“不许跳水！”而且因为是游泳池有回音，所以他是不许跳水，跳水，跳水。かなでを苦労した罰、いい気。先輩も。小周有点悲伤的低下了头，握着我的手。我干嘛握我的手？奇怪，不要乱碰啊！学姐有没有看到？可恶！在我看来，很可爱，很合适。事实上确实如此，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言语表达我的赞美，以此消除小周的不安。但是现在比起这个，快看学姐啊！那个小周穿成这样还靠这么近的话，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好了。虽然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这么说你已大概明白了吧？这么说，我也是男生对吧？所以说抱歉了，不知道该怎么称赞你。你知道我们洗衣服的时候用了什么吗？我实在不习惯这种场景，所以无论如何我都非常在意小周身着泳装的样子。原来阿翔听到太好了，要是那家我知道了，绝对会说些难听的话。什么？就是阿翔掉到水里就变聋子了是不是啊？当人家是白痴，但是真的是很适合你。小周本来就是美人配着，比去年又好看多了，虽然都是就是好看 0.1 多了 0.01 这样子的差别。对对对对，先輩がそう言ってくれるのなら，没差没差了，反正不要一直出现在画面上就好了，其实都可以的。那家伙只是担心小周会被奇怪的色鬼盯上，所以不用在意。先輩，当然那月也非常合适。哎呀，鼻子又变长了。違う、いつものやって、かなでに。惯例的那个是什么？忘记摸头吗？有抱着穿着这样的小咒吗？开什么玩笑！我的裤裆肯定会破开的。别乱说话，要是真这么做了，我可是会硬气啊！小咒肯定会晕过去的。かなではそんな、いいような月ちゃん。あれ、響さんもう泳いでるんですか？是我就看这个，你没看他已经溺死在里面了吗？到底是杀人凶手是谁呢？请见下回解决篇。看着向着泳池边俯首就过去的阿翔，优雅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现在才来啊，优雅！既然他们还没来，哎，怎么会是这身泳装？夕阳的吧？不知何，优雅穿着小孩子学校里穿的那种泳装就来了，死裤水，死裤水被拖走。放在镜旁边休息哈，拿着望远镜也是 OK 的。これですか？夕日さんにお借りしたんですよ。看 size 就说是夕阳的。可愛いですよね。この水に。竟然昨天你们这个夕阳，他们一起去买泳装的吗？夕さん知らないんですか？水着ってタップですので、夕日さんにお願いして。那是什么背影？我上次见到夕阳穿着这个泳装的时候，已经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事情了。要是没钱的话，告诉我，叔叔会帮你买的啊。叔叔家里也很大呢。贅沢いっちゃ罰が当たります。それには欢迎来叔叔家玩。この水着気に入ってる。どうです？似合ってないですか？哎，不是啊，你那个视角转太快了，我来不及看了。啊，非常合适。不过下次再来的话，让我给你买泳衣吧，拜托了。優一さんも同じようなこと言ってましたけど。念着优雅让人无法直视的穿着，我不假思索的低下头恳求。低下头啊？怎么没有低下头？虽然一直觉得优雅非常孩子气，但这身打扮也太让人喷鼻血了吧！而且和小周的泳装比起来，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让人脸红心跳。你们两个不用跟人家比较了，到底。这个就不用说了，好不好？拜托，学姐就是学姐。そうだね。太可怕啦！すみません、お待たせしました。我的滑鼠突然坏掉了，不知道为什么点不动了。啊，只有右键可以用啊。怎么办？左键一直按不出来，但是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看重开有没有办法？
哎，可是他的感觉像是穿洋装啊，不觉得吗？嗯，这个是洋装吧？想骗我，学姐？学姐？哦，下面还蛮短的，可是太短了，那个可以来个全身照吗？就是那个自信你，你离学姐远一点，就可以看到全身照了。抬起头来，什么？怎么抬起头？林奈学姐穿着泳衣的样子突然出现在眼前，完全不敢相信学姐竟然会穿这么大胆的泳装，而且单薄的泳衣根本抱不住学姐劲爆的身段。好，学姐的体格是比较纤细柔弱的，但是凹凸有致的曲线、百媚丛生的身材，让学姐看上去犹如女神下凡。一看到学姐的脸，胸围的双峰就会抢入视野，下身的裙摆也是非常的短，真是让人欲罢不能。長峰君，どうかしました？叔叔家里很大，要不要来我家玩呢？啊，没事。对对了，学姐姐买了新的泳装啊。学校の水着。好想看学姐穿学校哪件了。もしかして何かおかしいですか？什么奇怪？我觉得挺奇怪的，感觉好像穿的太多了。我觉得学姐不穿应该比较正常。不，那个，没有没有没有合适，没有没有没有。我听到周围的男性已经发出了野兽一般的低喘。事实上，这些家伙全都盯着这边，连腿都已经迈不动了，全部都已经去了。そうですか。店员，水着なんて抓到了，是绿的。原来如此，还可以这样、啊，好好紧张，话都说不会说了。ともきさん、ともきさん、佐伯さんの水着って、啊、什么？パンツの部分がですね。那是怎么？是那个吗？ゆあちゃん、あれ、いっちゃダメなんですか？你我不知道吗？就是那个、啊。水着は下着と違うから恥ずかしくないって、カホさん言ってましたけど。就是和内衣一样的。それでもやっぱり男の人の前だと。想在那边卖关子，我自己会幻想好吗？不用你说。そうなんですか。我已经在想他的那个里面是什么样子。佐伯さんのパンツ可愛いのに。你知道，因为这是一体式的，所以肯定里面也是绿色的。所以其实也不用想说啊，里面什么蕾丝或者是丁字裤什么的。没有，就只是你看配合这种，配合一整套的，反正下水以后就可以看。哎，不是啊，还有小周的泳装也是真的假的？那赶快事不宜迟，赶快下水吧。真糟糕啊，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了。どうすんのよ、カオ。デレに出られ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じゃない。カオ。哇，香水。这边遮住就感觉挺不错的。他看着就是穿水蓝色的，就是淡蓝色的或是白色吧，我也不知道。然后这根本就是救生员的衣服吧，而且这中间还是镂空的。不要这样说，学姐。そんなのみんな一緒だよ。っていうか、年取るまで待てないよ。超大声，全世界都听到的那种。声大きいって。夕阳，怎么啦？躲在那边做什么？嘿嘿。从泳池边上的树林里，夕阳和甲本的脑袋露了出来。这里吗？树林？哦，树丛。来ないで、ともき。半径10メートル以内に近寄らないで。好看呢。我原本想说，你看他刚才是这边踩掉，没看到下面有这个小小的叮叮当当樱桃果子，然后这边没想到不是白色的，竟然是星空的图案，有点反差，和我想象中的竟然不一样，让我十分的讶异。加上他斗笠上面的这两颗苹果还是番茄，我不知道，也是十分令人惊艳。
可是我现在已经距夕阳不到3米了，而且大声叫我保持距离让人感到奇怪。难不成在干什么呢？大家可都在等着你呢。諦めなよ夕日、たかが数センチの差なんて分かりゃしないって。遠目から見たって一目瞭然じゃない。差距我是不在意啊，我想在座的各位也都是不在意这些差距的吧。不知道，大家都是那种有非常有度量的、很有包容心的、友善的人们。だから魔法のパッド様で水増ししようって言ったのに、私の忠告を無視した夕日が悪い。你不是会魔法，可是你的胸部怎么没有变大？这根本自欺欺人啊！在管别人胸部大小之前，先说好，先管好自己的胸部吧。露馅，是哦，你可是瞒不了我们的。なんだ、やっぱ将来彼の前で脱ぐ気あ。嘘は良く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の。どこが上げ足なのよ。いつもはただの幼な。それは幼な。夕日ちゃん、諦めが肝心だぞ。カホ、お願いだから見せない。あんた、たかが数センチの差でそこまで追い詰められてるんだ。什么相差几厘米啊？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蹲在树荫里，夕阳抱着甲本，好不猥琐。甲本这个身姿实在是太 H 了，害我都滑鼠又坏了一下，左键点不出来啊！我等得不耐烦了，于是猥琐的朝他们走了过去，然后我的手指还不停的挪动。喂，大家都在等着哦。如果准备好了，就把行李放好。ほら、シャツ脱いで愛しの旦那に夕日の生まれたままの姿、かっこそれに近いよ。見てもらいなさい。用了他的成名绝技，三下五除二就把夕阳上身穿着的 T 恤脱掉。被吞去衬衣的夕阳发出了一声绝叫。随着 T 恤被脱掉的一瞬间，夕阳穿着泳装的样子完全的呈现在了我的眼前。穿泳装就穿泳装，什么完全的呈现，说的好像什么都没穿一样，那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让人为之神魂颠倒的充满魅力的身子。而且想到这居然都是在我身边一起生活的新朋友们，我就开始洗起衣服来了。夕阳看着我，眼中渐渐溢出了泪光，朝我怀里扑了过来。啊，注定发生了什么？来ないでって言ったのに。哦，なるほど。そこまでくっつけば見られないわな。这样啊，一定是甲本逼着他穿这套泳装的，本来就不好意思让人看见，然后又被甲本硬扒掉外套让我看到。哎，等一下，这个姿势有点糟糕吧？夕阳的胸部紧紧贴着我的胸膛，不对，应该说我的胸膛紧紧贴住夕阳的胸，啊，都一样了。不对，应该是说。夕阳的胸膛紧紧地贴着我的胸膛，奈月刚才还想让我抱小周，好不容易忍住了，这下不妙。总之，先冷静下来，夕阳，然后向右转，以转为准，为准，散开，散。我抓住夕阳的肩膀，然后转过身去，然后大家开始做暖身操。一二。虽然我只是轻轻地推他，但却是全力的在反抗。喂，加本。为什么让夕阳穿这件泳装啊？还有其他很多的可以穿吧，像是护士的，或是那个医生。ちょっと、なんで私が怒られてんのよ？それ、夕日が自分で選んだんだよ。是吗？夕阳，没想到你品味这么差。哎，为什么啊？店长不是说过的，不可以穿这么大胆的泳装？不干涉な長峰君、夕日の水着姿。そうなの？为什么自己就不会对香水心动啊？好奇怪哦。体は正直だからね。还是说其实香水长得很丑，但是为了让游戏有卖点，所以只好把它画成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别偷偷朝我下面看呐，你会吓到的。我突然抓住夕阳肩膀，将彼此分开，就是他把那个胳膊都拆成两半这样子。夕阳脸上染得通红，像妖魔混什么一样，左顾右盼。这个上下的抽动是怎么回事？杀气外放了50%左右，
要是被西洋看到我搭帐篷的话就糟糕了，不被人看到都不谬啊。话说为什么要买这种夸张的泳装啊？去年明明穿的是非常普通的款式。我是不知道，可能是我口味比较重吧，我觉得这泳装超普通的。不知这种用细绳系在一起的布片游泳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散架了。在那边担心什么，他的头发都可以弄成这样子了还怕泳装？这个比穿着内衣游泳更危险。今天真是疯狂啊，手到之后是林奈学姐，接着是夕阳，真是目不暇接。等等，顺序反了吧，林奈学姐应该是放在最后面的。怖がん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いいよ。うん、大丈夫。よかったね、旦那。理解力のある妻で。不要乱说，我只是在想，大庭广众下，裸裸抱抱，成何体统？我涨红了脸，说着一些让人无法信服的借口。而且这是连借口都算不上，是狡辩。私の水着どうかな？妈妈，我漫不经心地回答道。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那么我们走吧。还能走去哪？滑倒吗？滑进泳池里？我せえぞ。そんな焦んなくったってどこにも行かないわよ。それよりどう？私の水着待ってたかよったでしょ。ざ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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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んじゃまみんな揃ったことだし、適当に泳ごうぜ。ちょっと何よその無関心な態度。あ？今日だけは特別。別に遠慮なんかしなくていいのよ。ふれふれ、なんか言うことあんでしょ？満分満分。毛はみ出てんぞ。何だ？あ、私そんなに生えてる方じゃん。何？でどこが出てんのよ？安心しろ。可恶啊！没有看到。時間。頭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のあんた？哎呀，还没开始游泳就已经累了，那我就只好躺在椅子上休息啦。刚才明明还和我说了半天什么绅士礼仪来着。勝利してた以外に考えられんだろう。ご丁寧に下に水着まで着てたくせに、30分近くも待たせやがって。肯定是在做什么猥琐的事情啊，比我们不知道。夕日のおっぱいもみもみしてたの。無駄毛なんてうちで確認済みだっての。その割にずい。言っとくけどね、私はまだ処理するほど無駄な毛なんて。人前でなんてこと言うのよ、カホ。所谓的不毛，难道就是说这个意思？注：不毛是畜生关羽，指没有结果的争论。哦，看不懂的，没有结果的争论。我可是没有结果的争论。看不懂。哎呦，难道我刚才说了句屁物脸话？友紀さん。难道优雅？优雅轻轻握住我的食指，小心翼翼地望着我。没关系啊。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嘛？优雅放到游泳池里还是优雅嘛？不用担心的。我可以把牛迁到水边，可是它要不要喝水就不是由我决定了。我可以把优雅那个丢到游泳池里，可是它会不会游泳也不关我的事啊。这样啊，第一次来呀、啊，叔叔教你呀、啊。叔叔手把手教你啊。说起来也是呢，如果会游泳的话，少说也会有一件泳衣的吧。如果是这样一个人跑到深水区的话就危险了。哦，你说他身高太矮的意思吗？这里泳池游到中间就越深，以优雅的个子很可能会溺水。所以你我也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女生阵营的泳装，就暂时陪优雅吧。对此这样的话让我来救你好了。话虽如此，我也是第一次教人游泳，不过等熟悉了在水里的感觉以后，应该很快就能学会游泳的。就是这样，大家就自己先去玩吧，我和优雅就先去更衣室。嘿嘿，いきなり別行動。这里又不是特别大，以为算不上分开行动吧。我们走吧，优雅，更衣室在那里哦。はい。なんだかドキドキします。拉着手，优雅的手刚迈出步子，不知道谁从后面扯住我的泳裤啊。泳裤被用力拉了一下，差点跌了一个跟头，我的那个着地了。私もその。在这之前，能先把手放开吗？你知道我要教游泳，得先会学那个、啊，先预付学费呀、啊。トム先輩のお尻。
就尿你们也听到那个声音，啪！刚才裤子被扯得那么开，莫非我的屁股都让小猪看到了？確かにかっこよかったね。意外と引き締まっ…知らないよ。私見てな…嘘ばっか。綾瀬先輩だって見えましたよね。Oh no, 学姐。いえ、可惡、小丑。夕陽和林奈学姐十分不自然的移開了視線。看了我的屁股啊，被他们看了个精光。すみません、先輩。操你的。いつもの我还不把你丢到水里。不用在意，我也会尽快忘记这些事的。真是初见的洋相，不过裤子没被完全扯下算是万幸，要是在这种地方漏了鸟，事情就彻底大条了，就彻底大条了。トモ先輩、トモ先輩、啊，你是干嘛来着？ゆあちゃんのついででいいので。可以哦，不过小猪已经会游了吧？教えてください。有我的水平，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去去去，旁边玩耍去吧，别来烦我。小豆以前就经常在泳池玩，虽然游泳算不是特别厉害，不过也不会太差才对。そうだ、息継ぎ、息継ぎが下手なんです。25米就已经很屌了吧？像一堆废物，连十公尺都不会。换气呀、啊，原来如此。确实，如果不会换气的话，有25米以上的距离是比较困难的。はい、だから私、普通になんて泳げません。这么说来，你就是废物喽。鼻でダメ。那你觉得丢人就不要出来啊！我待在家里啊。对啊，溺水又要那个劳烦救生员，然后一大堆人力的，太浪费资源了吧？去去，赶紧回家去，小孩子。别出来闹了。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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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腾两下，虽然我多少还有些不放心，不过看他说的煞有其事，应该没问题吧？不对吧？那个不是感觉就完全不会游吗？啊，学姐该不会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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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教你，学姐。对了，也许可以拜托学姐教一下小周。我觉得学姐是因为太重，所以会沉下去，所以不太会游。老实说，同时看着他们两个，还是有点顾不上。有学姐帮忙的话就没问题了，而且，哎，你不要内心戏这么多，学姐都已经不耐烦了。我在教尤雅他们游泳的时候，学姐一个人也挺孤单无聊的。小周和学姐因为图书馆的工作已经混得挺熟的了。是哦，小周和学姐，他们有图书馆工作，是哦，没有，而且基本上已经会游了。哇，去年的3月24号。考虑到优雅的性格，应该不会给学姐造成很大负担，因为我觉得学姐本身自己就有两个很就有很大的负担了。すみません。没关系，不用紧张，我来教你，我来教你。什么什么？哎，怎么可以犹豫呢？虽然学姐看不上，看上去不是特别擅长运动，不过学姐居然也有弱项，真让人意外。それで、当然没问题的，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那个学姐，目前是什么水平啊？是 A1 还是 A2 啊？如果真的是初学者的水平，不用道歉，不用道歉。不管是谁都有不擅长事情吧？啊哈哈！哇，虽然如此，果然还是很意外。而且三个人水平参差不齐，要一起救的话，让我很无力。好不容易来玩一趟，要是把他们交给甲本和阿翔的话，感觉不太好。阿翔还好说，甲本的家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让人放不下心。怎么会这样说甲本呢、啊？太真好笑了、啊。哼，你能帮上什么忙？别开玩笑了。真的吗？嗯，全然 OK 的哟。トモキ一人じゃ大変だろうし。麻烦你了，那 OK OK。哦，这个。这个分配我喜欢，作者太会了吧！小作者交给你了。佐伯さん、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ね。ゆあちゃん、長峰君。请多多指教。
不用那么紧张，只要能克服怕水这点，很快就能学会游泳的。本当ですか？岩でも泳げます？当然咯，本来人的身体有70%都是水分，所以并不是什么困难事情哦。岩、神様ですけど、所以你是说神碰到水就会融化的意思吗？呵呵，啊，今年最好笑的笑话呢。啊，说起来也是呢，不过没问题的，大概就应该是先包个保鲜膜吧，不然融化就麻烦了。那清理也是挺不方便的，我轻轻的捏了一下优雅的腰，捏，嗯，这么多肉的话，就算是神也能浮起来的。身体构造好像和我们差不多，有脂肪的话应该能浮起来。すごいです、トモキさん。ユアの体を触っただけで、拜托，我可是。長峰君、むやみに女の子の体に触っちゃいけません。小莫，普通にセクハラですよね。小莫，是啊，是我疏忽了。セクハラ？なんですそれ？看来今天只有优雅才能治愈我，只有她让我可以轻松的相处。但是优雅好歹也是个女孩子，虽说是神明，过度的肌肤相亲也是不行的。どうしたのそんな子？ああ、夏希友先輩危険。脳殺される危険？何が？おっぱいだって水らしいって。あのね、何よパフォー、いきなり覚えたち、太大了。あのさ、教えるんだったら奏ちゃんより先輩たちにしといた方がいいと思うな。不要不要不要，求求你！忘れたよ。あんたが恐れていたあの早急を。求求我！闭嘴，不要再说了。あんなのがプカプカ浮いて迫ってくるよ。そしたら足つったとか言って。学姐。トモキ、ちょっといい？怎么了？あなた、やっぱあたしがユアちゃんたちの面倒を見るよ。その方がいいと思う。独闯男儿啼笑。決まりね。だってほら、トモキの方が私より泳げるし、かなでちゃんのため、ごめん、思いがけず一石二鳥。はい、先輩、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操你啦。是因为我走的是优雅的路线吗？欸，不对啊，我又不是走小咒路线，我干嘛叫小咒？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子虐待玩家？紧握扶手，站稳踏阶。我好难过。Good job. Good job 什么啦？我差点没把你头拧断哎。あれ、何がしたいんだよ、お前は。だって危険なおっぱいを回避しようとしたら、あれ？什么这样子？不用避开啊，不用避开啊，真的，我没事的。よく考えろ。对。危険じゃないんだ。反而是成长的助力啊。それよりもだな、奏でと二人きりでいる方が。ああ、ちょっとたまたま。加本奇怪的叫声响彻室内，周围都向我们投来了奇怪的目光。喂，你就算不喊那么大声，我们也能听到的。加本从好几米开外，好几米，好几公尺外，冲刺到我旁边，一把拽住我。ごめんごめん。いい加減にしてよ、パフォ。今度は何？やっぱさ、別行動は行くないと思うの。那个呀，虽然是分开活动，也不过叫小咒游泳而已，顶多中午就完事了。そうなんだけど、なんていうか、その、まあ、みんなでこう。そうそう、何も離れることないじゃん。ね、そうしよう。如果大家都这么觉得，我倒无所谓。但是会游泳的人会觉得这样很无聊吧？就像我，哼，我可是游泳五段的。平気平気、私も教えるの付き合ってあげるから。好吧，抱歉了，那么给点建议吧。OK。我还在担心会接着发生什么样麻烦的事，可是大家能互相着想，真是太好了。
而且擅长运动的甲本和阿翔比起我游泳技术更好。哦，他们也有更好，两个人一起教就事半功倍啊。哦，没你的事，小孩子刚回家休息啊。哼，奈月，那个企鹅是当救生圈的吧？然后拿一根针把它戳破，哼，这下你就没戏唱了。我怎么也会游两下？奈月用脚使劲蹬水的话，应该能游得更快。面白そう。やる、また足する。多亏了甲本他们，现在可以进行一对一的教学。不过这样，奈月就变成一个人了。あれ、泳ぐの教えてあげるって話はどうなったの？有你们就够了，而且夕阳也在，我在这附近玩一会儿。え、さ、そうだったな。可恶了。学姐，学姐，我是教练，游泳教练，现在伏地挺身。午休时间，夕阳和小松拿出了他们带来的便当。喂，不要在泳池吃东西啊！还有学姐带来三明治，真是丰盛豪华的午餐。吃完午饭后的一个小时，我和阿翔一直躺在长椅上，摸着肚子，一个劲的叫唤。哎呦喂，哎呀，哎呀，好吃啊！没想到学姐带来这么多食物，全部吃下之后却没办法消化，吃下去，吃下去啊！整个肚子胀了个气球一样。另一边的女孩子们，另一边是这边吗？佐伯さん、佐伯さん、早く泳ぎに行きましょうよ！我没办法消化了，奇怪，我的滑鼠坏掉了，怎么就右键可以用？怎么办、啊？完了，看来我们等一下我修一下滑鼠，我把那个 USB 拔掉看看。噔噔噔噔，哎，哦，可以可以，好了。啊，受不了！そんなに引っ張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ゆあちゃん。急がないとあっという間に帰りの時間に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せっかく泳げ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に。慌てなくてもまだ時間はありますよ。あ、ほら走ったら危ないです。又要总算是啊，没有了。等等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也好像迫不及待要去游泳。说是游泳，不过把头埋在水里，手脚并用的在原地周围十米范围内瞎折腾。不过本人倒是很得意的样子啊。另一边，林濑学姐也和优雅差不多，甲本那边好像也还需要一点点的特训。小周换气的时候总是不停的喝水，看来他也不是很争气的样子。呵呵，我就知道。呀，今度は最初の白い線まで泳いじゃいますよ。优雅的头挡到学姐了。ダメですよ。優雅ちゃん足がつかないんですから。そんなこと言って、佐伯さんだって無理して泳いで、友紀さんに助けても。 あれはちょっと疲れてしまって、思うように体が動かなくて。不停使唤。今は大丈夫ですよね。自信的机会。いっぱい食べましたし、体力満点ですよ。でも、食後にすぐ体を動かすのは。喂一下垂叶。もう、言い訳ばっかりなんですから。重扶不起来哦。あ、ちょっと。ゆあちゃん，看来我是没有办法休息了。要是学姐要溺水了，可就糟了啊！想到溺水，哦，该不会有机会可以做人工呼吸吧？呼呼呼！我想到这里就不停的喘气，呼呼呼呼，肥宅的喘气声。我想起了刚才学姐溺水的时候，忍不住秀了起来。没想到学姐居然在脚能踩到地的地方溺水，不过没出事算是万幸。忘れ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被他发现我生气来了。回过神来，学姐已经站在我面前，不满地看着我。什么啥？呼呼呼呼啊哈！午餐真好吃。ゆあちゃんの話を聞いてて思い出してたんですよね。さっき。是啊，学姐这样子那么可爱又害羞，我会忍不住的。居然被学姐发现了。看来不能留你活口啊！说着，从泳裤里拿出一截小小的美工刀，滋滋的。他の人には内緒にしててくださいね。该知道封口费吧？说着，我拿手指戳了一戳，
学姐看见我做了出的手势，放心吧，我可是口风很紧的。絶対ですよ。トモキさんもお昼寝してないで。睡觉啊。一緒に泳ぎましょうよ。也算了，我马上就来。说完，我把学姐刚汇给我的10,000,000放进了钱包。はい、約束ですからね。それじゃあ佐伯さん、先に行ってましょう。ユア紧紧地抱着学姐的胳膊，朝泳池跑去。ユア那家伙还是那么黏着学姐，不要太让学姐为难就好啊。正好，やめてよ夏希ちゃん。我现在才想到那个学姐好像以前就认识ユア的感觉，跟ユア的关系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滑鼠又有一点故障了。今天滑鼠怪怪的。另一边，在池子里的奈月一把抓住在岸边的小舟的脚。じゃあ競争する。嫌だよ。嫌なら私一人今度は。だったらまたダメ。夏希ちゃんずっと先輩一人占めしてる。看起来他们两个人好像要对上午进行过50米的比赛进行复赛。实际上一直是我拉着奈月号在游，说是我和小舟之间的比赛更贴切，真是累死我了。だったらせめて罰ゲームやめてよ。ペナルティがないと面白く。私は全然面白くないよ。鼻でやろう。競争しよう。奈月毫不留情的用玩具水枪对小舟进行攻击。轮到我了。大铁面城背后腋下波着。小舟的敏感部分都成了靶子，不愧是奈月，该怎么办呢？高三ひどいよ。このデザートったら、やる。ちょっと待って。鼻でたん。おい、トモキ、あいつらどうにかしろ。谁准你在这里睡觉的？有事给我回家去。旁边躺椅上的阿翔发起了牢骚，看来他已经无法忍受小舟和奈月间的打闹。知道了，我稍微去游一会儿。我从草原上坐起，沉重的身体。お前肥宅呀、啊！あいつらの相手してて楽しいのか？啊，是挺开心的。怎么了？不然的话，我就捂着耳朵继续睡我的，才不会理会他们的打闹。そうか。你他妈的！お前もガキだな。说谁啊 ？PK 啊？啊？输赢？是你像个老头子好不好？好不容易来玩，干嘛不去摸两圈呢？上午把学姐和优雅拜托给他们，好像有点自私了。对了，阿翔不来一起玩吗？刚好二对二。お前な、ガキのおもりなんかしてないで。说谁小屁？好呀。くそ！不知道为什么阿翔突然抓住脑袋时，竟然摇着头发。怎么了？一个人在那里发什么神经了？いや、俺が悪かった。果然是很脑子有问题。お前の好きにしてくれ。说完就躺在椅子上，变成一团肥肉。怪人。用词怪人，是你。トモキ。なんだ。夕日と榎本も誘ってやれよ。不就是我吧？お前と来るの楽しみにしてたんだぞ。俺はまだ腹が苦しい。パス。太废了吧？好吧，感觉好点就来找我们哟。就和阿翔说一样，今天还没找夕阳和甲本玩过，难得来一回，就问问大家有什么能一起玩的 UC。行，甲本，现在方便吗？这个图片越来越丰富了，虽然我觉得刚才那样就很好，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就其实就足够了。哦，对，这样子就好了。其实夕阳这个角度还不错哎，感觉像另外一个人了，是吧？这两个家伙好像在那边聊得很入神，根本没注意到我。这样看起来他比他的还小啊，肯定是远距离的关系，不过为什么他看起来比较小呢？肯定是远距离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重复啊。甲板那一脸坏相，大概又在盘算着戏弄夕阳。おやおや、夕日さんったら。何よ、さっきからジロジロ見て。おやおや。ビキニ、もう慣れたみたいだね。ひょっとしてさっきのあれで自信ついちゃった？画面切到了，哎，导播专业点好不好？画面。あれって何？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ちょっと、なんで下見るのよ。いいよ。それって、私はちゃんと処理してきたんだから。
いやいや、そうでなくて。お、な、か、ご飯の後は気をつけないと。ほれ、プニプニ。な、お腹出ちゃうとさ、ちょっとした弾みで、こう、スレスレ。あいたい！さりげなく逃そうとしないでよ、ぽっ、いっちゃー。言われなくったって。おお、さすがこい。女の子の人にも、一歩間違えてたら大間違えてたよ。没有那个程度就不要出来献了，有必要做到节食的那种肯定都是很肥的那种啊，身材好的根本就不需要怕，像我们学姐看看。哦，嫌いじゃないよ。ちょっとあからさまに光冗談に聞こえ、あんなのただのスキンシップじゃん。当たり前みたいに言わ、みんなやってるって。だって気に、普通だよ普通。长风，我吧，哦，对，是我，我叫长风。哎，そういうの気になるお年頃だもんね。野上君だってそう思うよね。你把问题抛给我啊！女孩子之间的肌肤相亲，我怎么会知道？我倒是对男孩子之间挺有兴趣的。而且我连你们在聊什么都不知道，突然把话题抛给我，不过是想敷衍什么吧？不过就是想敷衍什么吧？于是我就把那些话题全部丢到泳池里了。泳池里的人们吓了一跳。说完，夕阳慌慌张张转过身去，然后又马上转了过来。也太明显了，憋着气把肚子夸张的吸进去。果然，夕阳也是个女孩子呢。你也太钻牛角尖了，我觉得夕阳的身材挺好的，然后香水也是。長峰君、盗み聞きなんてよくないぞ。哎呦，又说说，你铁子早就发现我了吧？だって午前中の夕日で、どうしたの長峰くん、美女二人に同時に声かけるなんて。其实我只是想我们要一起玩点什么。哎，要不要来玩心脏病啊？泳ぎましょう、ともきさん。いやもう競争したいです。難得泳池了，有什么用啊？啊，还是来抽鬼牌好了。听我说完，伊娃高兴的不得了，朝我的怀里扑了过来，参加比赛。就你那两下子。大丈夫です。伊娃。やればできるかですか。是隐藏秘髓吧？我说，这种这些，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そういうことでしたら、私は審判をやりますので。学姐，你站在终点线看就好。ダメです。佐伯さんも一緒に。そんな、私には無理です。没关系。25メートルだって泳げないのに。我可以协助你的，学姐。大丈夫ですよ。二人一緒なら泳げます。你们可以别作弊啊。それに。没事，溺れてしまったら我负责救援你们，别担心，有我在，ワクワクしたら绝对不会有人溺水。トモキさんが一緒に泳いでくれますよ。あれはしがみついていたというか。一起游不好吗？やろうやろう、みんなで競争しよう。夏希ちゃん、みんなでやるならルールをちゃんと決めな。二人ペアで競争。マジで？何でもめ。一つだ。それって。うん、勝者の自由。いいねそれ。にしし、何やってもらおうかな。所以说，肯定会有人提一些不靠谱的要求，还是别玩了。以前就有几个脸上浮出阴险笑容、眼睛闪闪发光的家伙。それで夏希ちゃん、50メートル勝負でいいんだよね。夕阳干嘛也跟着掺和啊？任何命令都必须接受哦。勝てばいいのよ、勝てば。那个。真不敢相信，平时可能你第一个就反对了夕阳，居然充满了干劲，简直就像玩格斗对战游戏的时候表现出的魄力，不比那还厉害。皆さん、不，私はやっぱり。没事没事没事，也是呢，突然叫我参加比赛，确实有点勉强，不如学姐都当做奖励品算了。だから二人で協力するんじゃ。信頼関係がね。两个人只会拖别人后腿，好不好？相信我。ですが、私とでは相手の人に迷惑です。那么和我一组吧。不错嘛，子希。長峰君と。没有错的。反正我也不太在意输赢。狐狸。榎本先輩、頑張る。そうだね。私と夕日じゃ反則だもんね。オッケー。私、お兄ちゃんに頼んでくる。你哥哥才不会理你呢。そっか、弘前がいたんだ。鼻で、
ということは、ゆあは夕日さんとですね。うん、頑張ろう。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么队伍都组合完毕了吧？没事啊，没事啊，平常心，平常心，放轻松就好了。反正都是在游泳，就当做是练习游泳，开开心心的就行了。はい、すみません。やれるだけやってみます。頑張ろう。勝負は非常。手加減。这个人看就是那种卑鄙会耍小手段的那种贱货。だね。問答無用で殺しに行くかんね。不是这个，这两个人根本就是超黑的哎。看徐姐都怕怕了啊！不怕不怕。也许是害怕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输掉吧。我说你们啊，这里有不会游泳的人在吧？稍微注意一下，对吧？细勇，细勇紧紧的抓着优雅的肩膀，以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结束的战术。哇！解说板都拿出来了。いい、ユアちゃん、私がリードするから、ユアちゃんは何も考えずにパターンするんだよ。はい、死ぬ気で。何か言った？是可指的加油。トモキがそれでいいならいいと思うよ。ユアちゃんは完全没有适合制的恐怖的惩罚游戏，几乎没有规则的五十米自由泳比赛开始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几乎没有规则吗？就是把别人泳衣扯掉也没事。也不违反规则的夜市。夏休みになったらさ、みんなで海行こうよ。お盆だったらお店休めるんでしょ？え、我错过了什么？等一下，等一下，什么？什么？でも一日だけだ。什么？日帰りで海はちょっと無理がある。てかおっさんが許さないだろ。还我。夕日に外泊させるなんて。そんな無理して遠出しなくても。怎么了？近所の夏祭り行って花火見ればいいじゃない。跳出。请解锁，请购买 DLC 解锁以上剧情。毎年それじゃん。でもみんなでっていうより、ち違うよ。それもいいんだけど。恋愛学姐耶。ただお祭り。真的会有庙会吗？なんか味気ないんだよね。每个动画、每个漫画、每个游戏都来这一套。你只要玩过大概五六部以上的作品，其实你差不多就是你了。因为其实人物、个性或者是怎么长相都差不多，然后那些剧情其实也都差不多。当然，第一次或者第二次看的人，就是看这些剧情会觉得非常新鲜。没错。なんなら俺浴衣作ってやろうか？え、嘘。その代わり。生地と帯はもちろん。いいなあ、カホ。あんなの一日あれば作れるぜ。今度絵のもあれ、弘前がみんなの分いいよ。なんでプロ。まあ浴衣なんて適当に。うん、ああ、そういうことか。でも私という日あだ余計な。はいはい、旦那。ちなみに必要なスリーサイズは身長と肩幅と袖丈だ。あとはどうにでもなるぞ。他说：“寓意，哦。”先生，質問。浴衣って下着つけないで着るんだよね？要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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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吧。啊？でもさ、浴衣の生地だと下着のライン見え？そんなに薄いの？浴衣の生地って。知らねえよそんなの。うわ。そうだけど、着物みたいのだと蒸れちゃってさ。もしあの日だった。ちょ、何？いやだって結構量が多くて漏れちゃったとき。はん。ほんと。ほは。じ。涙拭いた。ありがとう。偶尔，闭上双眼要累人呐。握把双手放在头后，左右扩胸舒展筋骨。哎呀，拉链忘记拉了。从验票口出来，大家自然而然的分成了两组。走在后面的是在电车中睡觉的，前面是没睡觉的。不知不觉，大家就分别聊开了。ともきさん、朝からずっと泳いでましたもんね。真是丢人了，吃完了一天就累成这样。そうだ、帰ったらユアがマッサージ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か。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了。杯水车薪就是
例如说这个电着火了，然后轰烧得很大，然后就拿一杯水，然后这样泼要灭火，就表示比喻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没有任何进展。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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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筋肉痛の緩和に効果があるみたいですよ。哦，这把手痛啊，要学姐帮忙按摩一下。说的没错，不过洗泡澡的时候自己揉一揉也没事。お前、普段あまり運動しねんだから。哦，对啊，哎呀，痛啊！十分酸痛啊！让学姐帮扶，帮按，帮按。你怎么跑过来了？刚才不是和谢他们聊得很欢吗？途中からついていけなくなった。哼，看不见他们的车尾灯呐。女孩之间的话题嘛，阿翔竟然会被排除在话题之外，那肯定是因为这个，因为阿翔和我不同，是个想法很灵活的家伙。我一边让，哎呦，地震，一边不时的伸着手臂活动手腕。トモキさん、やっぱりマッサージしておきません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你啦，优雅。说着手放在优雅的头上，轻轻的抚摸着。そうですか、残念です。でも。辛かったら言ってくださいね。看着温柔有些勉强自己的优雅，我更加用力地抚摸着她的脑袋，因为到家之后，优雅肯定会因为精疲力尽倒头就睡，然后第二天因为没能实现诺言而失落地向我道歉，超飞的，不能想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想安慰失落的优雅一直都是很困难的任务，反正都会这样，不如现在就摸摸她的头。かなで、本当は。トモ先輩にマッサージするの、你也知道私の役目。如果你心有遗憾的话，心有亏欠的话，那就实际付出行动啊！在这边说什么用？混账家伙！でも今日は忙しい。在那边忙，什么东西？在那边装忙，你到底是会多忙？因为我不知道。夏月ちゃん、今日どうしよう？そんなことな。お詫びにマッサージしてあげたい。でもできない。家伙真的是很欠揍哎！どうしよう、困った困った。自己不做叫别人做，这是什么应该要有的态度吗？混账！雷雷哥，啊，怎么了？小时候摆出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握住了我的手。さっきのプールでのあれで。啊，惩罚游戏吗？私とお兄ちゃんのチームが勝って。在了，在了。托阿翔丝毫不留情地服务我和学姐的队伍，输得一败涂地。学姐 QQ， 连战连败，最后姑且把惩罚游戏推迟到了后天。因为是个学姐组队，所以接受惩罚肯定是我。不过小周应该不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的。それで、厚かましいようですけど、その、ねえねえ長峰君、ちょっと男子の意見。哇，太近了，你的脸太近了。这次一脸认真的加班把脸凑了过来，超近的。長峰君，ノーパンノーブラについてどう思うか率直な意見をどうぞ。是吗？我觉得凉凉的挺好的，舒服。やめて。清凉爽快。トモキに変。いやだってさ、下着のラインが見えるだけでも焼いちゃう男っているじゃん。独占欲の塊みたいな。那就缠绷带啊。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は。まだやってたのかあいつら。什么呀啥？突然把话题抛给我，我也很困扰，所以我就把这个话题抛给了那个售票员售票亭的那个什么，也不叫店员吧，那叫什么？就是店长吧，不是车长，站长。そりゃもちろん聞くけどさ、でも乳首には絆創膏貼ってねとか言われたらどうすんの？いざって時にドン引きだよね。店员，不好意思，请问这个面料如果太薄，是否可以换一些厚一点的？啊，店员回答，哼。买环路啦，别担心，在乳头处贴上创可贴即可 ，OK 的啦 ，OK 蹦蹦蹦蹦。如果出现万一，岂不是会绷得很紧？そんな、いざなんてないから。あ、ちょっと待てよ。いざになったらきっと剥がれちゃうよね。もうやめようよ。私、もう浴衣なんて着なくていいから。究竟到底？ともきさん、ともきさん、ちょっといいですか？抱歉，现在不接受推销啊，请回，请回，请回。衣服从身后被人轻轻地拽了一下。啊，なんだよてめえ。違いますよ。小雪，学姐啊，
是是的是的，嗯，有什么事吗？哎嘿嘿，搓着手。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没事没事，長峰君のおかげで。小事小事一桩，不足挂齿啊。いえ、皆さんのおかげで。你想学的话，我再教你就好了呀。本当に、这样了。ありがとう。学习人家在相反的方向吧。我送你回去吧，学姐。刘国生已经走到了岔路口。それでは、私は失礼します。また来週。一个人走太危险了。我送你回去不用客气的啦，反正一点点路而已。姐姐微微低下了头，将额前掉下的头发理了一下。啊，学姐等一下，我送你回家吧。そんな大丈夫です、まだ明るいですし。不是啊，大小姐出去玩的时候一个人回去的话会觉得很寂寞的吧。それじゃあユアもご一緒していいですか。也是呢，有要你一起的话我也不会寂寞了。でも私の家は、嗯嗯、你家没人，帮我告诉一下那边的两个家伙，说我很快就回去，叔叔这回啊，别大笑。夕阳和家门根本就没注意到我，已经走出去老远了。最後の最後でお前ってやつは、嗯、しゃーねーな、あんま遅くなんなよ。讲呢，抱歉啊小周，惩罚游戏的事情等我回去我再细说呗。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那我们走吧学姐，上路。すみません、夏希ちゃんは私がお家まで送ってってあげて。是吧，你们家不是一起吗？もういい。ほ？要变形了。どういうこと？小奈子和小肉他们分开后不到五分钟，就远远看到了一所很大的高层公寓。你是说这个吗？这个啊，そうですね。优雅紧紧拉着学姐的手，盯着那栋建筑，张大了嘴。大大的公寓，几个的家，全部じゃないですよ。一番上のお部屋です。最上面。顶楼的一个房子。トモキさん、トモキさん、見てください。あの大きなお家の一番上ですって。哦、学姐坐在最高那层呢。嘿，多亏了优雅，又知道一点学姐的事情，嘿嘿，赚到了。なんだかお空までつながってるみたいで。高いだけで何もありませんよ。ずっと近くにいると思っていたのに、私には届きませんでした。さゆきさん。近水楼台先得月。学姐轻轻地松开优雅的手，抢前几步，转过身来。ここで結構です。優雅ちゃん、長峰く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不，你亲自收到门口，我闪不上把干休啊！要是就差这么一点路段发生了什么意外，我可承担不起呀、啊，学姐。え、もうバイバイしちゃうんですか？是啊。不是马上就到家了吗？我们就送你到家门口呗。うちに帰れば、私は一人ですから。嗯，什么？長くいればいるほど、啊、別れが惜しくなって。家里没人。嘿嘿，学姐，果然是这样。学姐也会感到寂寞，没有人会喜欢一直孤独一人。それでは、失礼します。待って。また。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学姐，只好看着学姐，她把橘子放在月台上，接着两只手撑在了月台上，啊，这笨重的身影像是爬上了月台，呆呆地目送着她。随风摇曳的裙摆，缓缓飘动的长发，渐渐融入黄昏余晖中的学姐的背影，好像第四刻背影。我没有办法挽留学姐，或者说。勉强挽留的话也没有任何意义，即便能够暂时驱散寂寞，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晃汤不换药。在离开这条街的瞬间，我想我和学姐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从学校分别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空无一人的冷清氛围一定会让人觉得十分孤独，若有所失
首领你就算交到了新的同胞大吉也无法改变，不知不觉中渐渐习惯了一个人。寂しくたって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学姐突然停住了脚步，慢慢的朝声音的源头转过了头。いやだってさよならするのは寂しいです。优雅像是要将我所有的苦恼都一下子吹散似的，优雅朝着学姐大声的说道。だからこそ最後の最後まで一緒にいましょうよ。我记得很久之前的时候不是有提到，就是跟学姐说再见的时候，就是日本不是有分不同的再见嘛，就是说什么很久我忘记他是说什么，反正就是可能是要再见再次见面还有拜拜之类的吧。之前学姐好像很 care 这个。ゆあちゃん。そしたらきっと寂しさがいっぱいになって明日も会いたくなりますから、さよならするときに明日も遊ぼうねって約束。佐伯さん、みんなで一緒に帰りましょう。学姐好像陷入了沉思，慢慢的闭上眼睛，殊不知她已经断气了。不是、啊、什么？短暂的沉默，然后学姐微微的露出了笑容，轻轻的张开了双唇。学姐的声音像是要消失在风里。优雅和我一样也已经听不清学姐的声音，巴盖了。但是慢慢朝我们走来的学姐就是最好的回答。やっぱり優雅は神様ですね。優は嫌われちゃったでしょうか。为什么会这么想啊。看着学姐的表情丝毫没有讨厌的样子，应该说可以让人感受到满满的大满满的温暖。对于我来说，能够打动学姐内心的优雅让我肃然起敬。ゆは、なんであんなこと言っちゃったんでしょう。自分でもよくわからないです。佐伯さんのことを見ていたら一人にしたらいけない気がして胸がギュッとなって。学姐站在优雅的面前面对着战战兢兢的优雅，学姐帰りましょうか、ゆはちゃん。我也可以一起回去吗？呼呼。学姐伸出了手，怎么说道？みんなで帰りましょうか。很好玩的游戏。楽しい遊び、知ってるんです。游戏？什么游戏呀？ぜひ教えてください。ぜひぜひ。はい。パンプキンプリン。哦，学姐的衣服。每走一步就说一个字，单词完成的时候就可以往前跳一步。可惜他已经走了七步，却只完成了一句，没有完成一首诗。哎呀，又被砍头啦！本是同根生啊，相煎何太急。好玩的游戏，好玩小游戏，好史莱姆，好玩，就是小时候回家路上经常玩的小游戏。不过所知道的帕应该是帕伊那普鲁潘亚，就是那个 pen pen apple pen apple pen 那个石头剪纸。这个 BGM 让我流下了泪水，再多的卫生纸都擦不干我老泪纵横。我和优雅都是不，学姐出了剪刀，学姐胜出。只有裁决胜出的人能够以特度的步数向前走。只有过几次不马虎一。嗯，佐伯さん、もっとジャンプです。それはちょっと。没事没事，没事，学姐我可以的，我撑得住的。ファイトですよ。我按下快门了，学姐。他的声音感觉就很远的样子。在我前面的优雅和学姐转过身来，哎呀，皮皮都被看光光了。いいですか？じゃんけん。我和优雅出的步，学姐一个人输了，终于才赢了一回哦。哎呀，优雅，
步的时候该说什么单词。我是骗人不船长，伟大的海上战士，这个吧，我记得。这不是又要决定的吗？哪个混账教你这个垃圾游戏的，粪根！マロングラッセだったと思います。我想大家看到这边都明白了吧？这事情肯定没这么单纯啊！长风探长眉头一皱。我想再听一次。マロングラッセ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そうでしたそうでした。到底是谁教你的呢？栗の甘いお菓子です。这是糖炒栗子吧？不对，蜜饯好像跟那个不一样，蜜饯就是软软的那种的。那个不是初步的时候该说的单词吧？Margo， 为什么 ？Maro。マロングラッセだったと思います。为什么呢？这是姜，所以这前面是七，然后他那个出了石头，所以是。就是我不懂。这个是吗？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说有步就是有步。算了，我上楼。我走到离起跑线远一点的地方，然后下蹲，开始助跑。叶雪合成的三段跳，360度转身，接着回旋，蜜饯栗子，漂亮的落水，得分是。我越过了领先的学姐和优雅，差距也缩小了很多。虽然对他们来说很遗憾，但这个游戏男孩子非常有力。哼，这不是狡猾，是高明的战术。要学这招固然好，不小心就要摔倒了。到目的地还远着呢，就给你一分钟时间吧。话说完还剩30秒。准备放，友善，我故意念得很快，跟我一样。又要在自己画的线后面原地跳个不停。你倒是往前跳，这样根本算不上是练习嘛。なんだか楽し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小姐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都还要温柔和平静。那个家伙，不管做什么都是非常努力的。長峰君ですよ。ユアちゃんと同じ顔をしています。学姐不也是吗？在挂别人的胡子之前，先挂好自己的胡子吧。今日は本当に楽しかったです。まるで子供の自分に戻ったみたい。这个意思呢，就表示他在小时候呢，曾经遇过优雅。那我们不知道优雅的那时候是一样跟他是这个年纪呢，还是似乎，我觉得可能是没有成长吧。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个刚好是这个年纪，然后被封印到书里面了，然后年龄就一直没有成长，对吧？因为优雅就像是个小孩子一样，就搞不好是那个学姐和他们吵架了，然后学姐生气把就是拿电锅封印住，然后他就再也没有成长了，非常难过的故事。话说回来，学姐竟然知道优雅这个游戏的规则呢，蜜饯栗子什么的。突然想起来，学姐在胜利的时候所说的巧克力松饼，也不是悠悠告诉她的。你这游戏根本就是你发明的。子供の頃に遊んだ覚えが。不用提示这么明显，你一直提示，然后其他人，然后自己一直没有发现什么线索，这样的感觉就很蠢。其实你只要给一点点提示就够了，就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游戏规则各地是不同的吧？没想到全都是点心的名字。根本就是配合他嘛，他就是他最喜欢吃啊。おかしいでしょうか？おかしい，点心，糖果是吗？不，很有孩女孩子气啊，很可爱呀、啊。不过对于小孩子来说，好像有点太难了。对啊，那个单字都是两个拼在一起，而且有些是片假名，又很长。私もそう思います。ともきさん、さゆきさん、本番行
す、うん、はい、じゃーんけんぽん。不过几百米的距离却是一步一步的数着往前走，在旁边慢跑的人们都感到十分的，就是因为路被占了嘛，他们就觉得啊，怎么这么真实的，人家想好好跑个步都不行吗？可恶，现在的屁孩真是的。然后就在 FB 上抱怨，哦，现在小孩子怎么这么恶劣啊？有手机就用手机，在旁边玩手机就好，在路上玩什么这个剪刀石头布的游戏？蠢蛋，屁孩 ，take。左走右停停，接着三人一起猜拳，然后又开始往前走。我是警察，我觉得我还不给他们开一个罚单，真是的，妨碍交通安全啊！时间好像快要停止了一样，不紧不慢的流动着。在到达学姐家的时候，周围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哎呀，好晚了，干脆就住一晚好了，看他怎么说。就没了。Your diary。就没了，这里信。就没了。姑且看看他醒来之后怎么样。友紀さん、友紀さん、ユアとデートしましょうよ。什么啊？为什么不是学姐啊？太怪了。又来了，今天你说了多少遍啊？来，跟我再念一遍。Fin, fin, fin, fin.